单又做 promotion。 年关将至，你的年饼又在哪里购买呢？我现在人在马来西亚的一间商场里面，因为价格便宜，这里也成为了部分国人购买年货的第二选择。还有人专门托人从这里代购，节省了旅途中的一些麻烦。今天会有礼品、新年饼、尿片还有一些药物。那些自己的东西，而我看到 iTask 里面也有一些 requester 需要买一些东西，我会去到 KSL Mall 帮他们买，然后再回来新加坡送那些货品给那些 requester。 所以今天我会有四个订单，三个是送到家，一个是他们会自己来拿。通常都是 City Square、KSL 或者Bukit Indah 的 area 那边，这三个地方会比较容易买。我就会找便便，找一些资料看它是在哪里的时候，我就马上去买就可以了。就我会也是跟那个买家联络，如果他懂是那里，就会更快了。如果那个买家要的东西找不到，所以我会联络那个买家来沟通，看他别的代替品他可以吗？如果他可以，我就会买。好吧，去还钱先吧。对啊，平时都是这些不了。药，我买东西会比较省时间，要不然等下迟了回新加坡会很塞车。两个这个饼，This is iTask deliver. I mean the pickup point there.